关圣帝君戒淫经注解自序。社会潮流日趋变态，由以淫风未盛，因社交公开，家庭之中男士美其拈花惹草，自命风流，妇女同性外遇，自诩高尚，青年男女受阳风所染，好读色情书刊而心撩，喜欢欢爱影剧而神飞，情难自禁，阅鬼频传，一旦男女结合，则悲剧女生，不幸也哉。神圣人伦，伦未受欲，又多不孝，凌辱妇女，奸淫无辜，其罪不赦，地狱色鬼最多，犯者岂可不猛醒回头乎？在官通街道市，各种色情行业林立，有名目经营，有暗地销魂者，虽官方严禁，而业者魔高，利欲熏心，不惜以身试法，好色之徒，又趋之若鹜，流连忘返，不惜花钱伤身。不幸者染毒罹患，子孙受累，因而情色失和，家庭破裂者多矣。新闻不断，丑事连篇，妨害风化案件琳琅满目，甚且酿成命案，或因激恋而遭杀身之祸，隐喻害人甚于洪水猛兽，由此可见一斑。古云：万恶淫未首，此路不可走，岂可不信乎？关圣帝君戒淫经注解。帝君曰：帝君说，淫为万恶之首。嫖娼宿妓为淫，兼通别家妇女亦为淫。万恶指万般恶事。首字坐地一见态。言世间恶事虽有万般，总以淫人妻女、坏人名节，未必一件大恶。孝乃百行之先，善事父母曰孝，孝顺德也，即事事亲顺亲，事事顺承得其欢心之位。百行指行百般善事，先是以先作此。言人生在世，总要先行孝顺以报父母勤劳，其余应做的百般善事都可放在孝字后头做。孔子孝经称五行之属三千，最莫大于不孝，一见能孝则功德极大，不孝则罪恶极大。论语学而第一篇，即言孝悌为人之根本。先佛垂训，第一条即是尊孝悌以重人伦，皆是千经万典孝悌为先之明证。良善美也，不忘你等赴交印刷工厂，制成书法，印送以劝世人。但我虽折身此心，厚望你等，使其以苍生能速速奉行也。戒淫师明明此路自家寻浪说情，深夜更深。好戒妖魔看美色，休妻神鬼动邪心。阳台一梦欢和有阴郁三张彩布巾。未问淫人妻女者谁，甘妻女被人淫。